因为那个音乐唱的时候差点把他们给震了，我刚刚干了很久。手印了，其实我们在比赛，我感觉有公平公正的这样的一种感觉，但是也在互相猜，也在互相猜。我其实一直在猜，我和先生一定会把这一分给到你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这一分给到雪儿。但是呢，风格和我的想法完全的不一样。但是呢，我的手臂已经在。说了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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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？
跟你是吧？车撞车了，我得车停在门口。哎，他们唱京剧的没一个头一亿的，真够缺的。自己的心去投，别管别人投谁。你刚去，你可能也很难过。Yeah.